二零二一台南苏木鱼文化季嘞，诗情画意游江津。今仔十月七八日，在君森昆明里的联合活动中心闹热登场。台南市长夫人刘义清老师嘞，邀请民众来台南享受沙白鱼的鲜甜滋味，体验渔村的人文魅力。市员民代也能到场共人盛举。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副局长陈仲哲表示：“咱今仔真欢喜哦，来将军参加咱这苏木鱼节哈。咱所知影，咱的苏木鱼是咱台南最重要的鱼产哈。全国有8000几公顷的苏木鱼养殖哈，咱台南就占了4500哈。啊，当有头54000几公吨的苏木鱼的产量哦，咱台南哦就占要到25000公吨哦。所以咱讲占52%，诶，咱讲是市场上啦，他们两只的，这是咱台南的诶苏木鱼吼。啊，苏木鱼最主要伫咱台南的，伊的产地最主要伫咱的将军、北门、客家、佮安南吼啊七个，哦，这是咱最主要的产地吼。所以今仔伫咱这产地，才办这苏木鱼节，啊，希望借着这个活动，会当将咱台南的苏木鱼哦，佮推销出去吼，啊，互伊通路更加大吼。咱知影苏木鱼节另外一个名的，或者牛奶鱼哈，牛奶鱼丰富的营养，啊，跟肉质鲜，细嫩哈，啊，所以哦，伊是一个足好的，一个种，水产品哦，啊，所以嘛，寄望大家吼，啊，大家共同来支持咱这私，咱这私募鱼哈，啊，咱伫今年的八月呢，伫咱将军有做一个咱的将军冷链哈，啊，预计伫明年的12月要来完成哈，啊，要启用，啊，寄啊，这冷链完成了，对咱的未来哦。安尼渔获的调节，啊，搁市场上的调节，拢有足大的帮忙哦。啊嘛，对咱的渔民哦，有足大的帮助。啊，寄望这个能力哦，若讲来完成了的时，对咱滨海地区咱这渔民啊，大家哦，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啊，共同来营销咱滨海地区的渔产哦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。我今仔日台南市第三场私募渔节，李安将军啊，蔡坤新来办理。哦，诗情画意忆将军这个活动，哦，来推销咱的沙白鱼。啊，诚如咱副局长所讲的吼，沙白鱼伫咱大北门区甲安南哦，是足大的产量哦，啊足好食，哦，新鲜可口。啊，希望各位呢会当来踊跃哦来购买私募鱼吼，啊，然后给我们渔民哦一些鼓励，啊，然后我们。这个活动呢，我们设计的跟其他场次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用闯关的游戏哦，来让我们的参加民众能够亲身去体验哦。然后如果过关的话呢，能够得到一个披萨，披萨那个是由私募鱼做的哦，相当可口好吃哈，哦。啊，期盼大家能够踊跃来参加，然后顺便来逛我们青昆山啊，玩青昆山有去。渔场哦，有华夏的文化哦，足趣味的吼，啊嘛好食的蚵嗲哦，啊个鱼干等等啊，希望各位诶会当哦踊跃来阮青昆新哦来看来佚佗啊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将军区长洪崇怀指出，第二届台南五大区沙白鱼美味选拔赛已经伫9月16日举行。因为疫情转程呢，采线上直播，无开放现场观众。将军区渔民王朝和得到第二名的佳绩，为家乡争取荣耀。另外，人气闯关活动呢，黄信与女同友呢，透过钓鱼游戏呢，和民众了解洪水动棒的使用。足济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。家长纷纷拿出相机捕捉小朋友逗趣的模样，现场气氛轻松欢乐。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。